你说被在全联被认出来吗？其实多少也是会啦，毕竟你知道，身为一个小明星，所以我至少都会化好裸妆再出门，因为这样子人家要求拍照的时候就会说捕获野生正妹和美，不化妆也好漂亮哦。我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我生理期的秘密武器，要不带大家去？要不要 ？Let's go！ 就是我生理期的秘密武器，锵锵！蕾妮雅零触感特薄卫生棉。超薄到没有感觉，只有0.1公分这么薄哦。像有的时候要表演，如果吸收力不好的卫生棉，就让你很不舒服，闷闷的，而且会有湿气，骨沟也很不舒服，那就惨了。所以这个真的超级好用的，大家来做实验吧。耶，实验开始。我们要做的呢，在我左手边这一杯是独家高分子吸水珠，我们先把它放到量杯里面。待会神奇的事情就会开始喽。全部倒进去之后，我们静待30秒，待会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在这30秒之中，我们来唱一首我的学姐的歌。我有咪哒腿，我还有露露腿，柔柔的你捏起来才最有感觉。30秒过了吗？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，Reach Sugar， 看喽，眼睛不要眨，完全不漏哎，超厉害的。我们现在手上的呢，模拟女生的精血倒进去。这个砝码拿来搞鬼之后，它会不会渗出来呢？搞鬼第一个，砝码干干净净，完全没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搞鬼第二个，会发生什么惨状呢？哇，精血溢的到处都是，这样就代表吸收力不太好啦。蕾妮雅还是很厉害的，奇迹发生了，我们一起看看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左边蕾妮雅卫生棉的完全不回渗，非常干爽。今天我们实验大成功，想要跟我们一样一起享受速吸1.2倍瞬间干爽新裸感，穿着裸装动子动吗？一起参加活动，加入我的速裸时代。